除了注射隆鼻以外，还有最常见的，我们就说植入物的隆鼻。植入物呢，就分自体的植入物和这个假体的植入物。当然，植入种类也很多了。自体的我们可以取最常见的耳软骨或者肋软骨作为这个植入物。一般来说，肋软骨可以取这么长，跟这个鼻子的长度差不多，组织量比较充分，所以